再还有一个新东西。啊，来，我们教教那个上一堂课教了一个长扁担、短扁担，你比一划啊。第一堂课，第一用，找第一个来。长扁担，预备带手势的啊。第一条，长扁担。长扁担。短扁担。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。预备，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，说。长扁担短半扁担，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。好，这就是扁担哥。好，我们再教教第四个、第五个。山前有个吹粗腿，啊，山前有个吹粗腿，说。山前有个吹粗腿。山后有个吹腿粗。山后有个吹。二人山前来比腿，吹粗腿说粗腿的粗腿，吹粗腿说粗腿的粗腿，吹腿粗说腿粗的腿粗，吹腿粗说腿粗的腿粗，不知道是吹粗腿的粗腿，不知道是吹粗腿的粗腿，还是吹腿粗的腿粗。吹腿粗的腿粗，不知道是吹。
句话说，湿为吹，粗粗啊，就是吹和粗，这是一个他们就是拗在这个地方，吹粗腿的，还是吹腿粗的腿说，吹吹吹吹，口型都对不好，不能变口型啊。从第四句说，吹粗腿说吹粗腿的粗腿，预备起。吹粗腿说吹粗腿的粗腿。说第二个，扁担长板凳宽，一二三四。扁担长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躺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躺在板凳上，扁担没有扁担躺在板凳上。南门外有个面铺，面冲南。南门外有个面铺，面冲南。面铺门上挂着个南铺扁门帘，挂着面铺门上南铺扁门帘，瞧着瞧，面铺门。粘上了面铺门上南铺扁门帘，瞧了瞧，面铺门是面冲南。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一二三四。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来炖我的炖冻豆腐。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别假装我收回用我的炖冻豆腐，不炖二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好，就别假装我双倍炖我的炖冻，嘴巴说像北京的油条一样。就别假装我双倍炖我的炖冻豆腐，糊涂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不要太正式，好吧？声音往上扬才叫北京腔。不要，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来炖我的炖冻豆腐。太浊。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来炖我的炖冻豆腐。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别假装我双倍炖我的炖冻豆腐，糊涂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又不是那么紧张，又不是那么小心，是吧？你不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就来就来炖我的炖豆腐。你不会炖我的炖，就不要假装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听着好累，要说累，先吃你的饭还没吃好，我就走，饿死了，是吧？我是吧？扁担长板凳宽，这不是扁担长板凳宽，看说这扁担长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非要扁担绑在板凳上，就是就是这个作用，最终就说到这，扁担长板凳宽，一二三四。扁担长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。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非要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好，南门外有面铺面冲南，一二三四。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。南门外有面铺面冲南，一二三四。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面铺门上挂着个南铺扁门帘，挂上面铺门上南铺扁门帘，瞧了瞧，面铺门面冲南，粘上面铺门上南铺扁门帘。啊，就那一个挂上了，哈，挂上面铺门上蓝布棉门帘，瞧了瞧，面铺门上的面冲南，还摘下面铺门上蓝布棉门帘，还瞧了瞧，面铺门上的面冲南。啊，就是有张有弛，有快有慢，啊，就挂上了。你都没有呼吸哟、哦。我是乌龟啊，不呼吸。啊，这个问题说得很好。这个偷吸气都是偷气。这个对对，这个偷气，一定要从哪吸气啊？不要从鼻子，就是从鼻子。挖一个洞。那你老公就不要你了。没气啊！记着，一定要从哪吸气哈。好，站在高杆上，对，来。